Once again，谢谢各位。中午的时候来，大家都很用功。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下面有几个就是不同的sections，不同的部分啊。我们就是这边有助理，大家呢就是各自分担一部分。那我旁边的助理们，他们其实都是英文系的高材生，也有很多自学的经验可以分享。好，首先我觉得自学呢，这个英文叫 autonomous learning，也叫 self learning。重点呢就是自学不是自己学，就是它不是只有自己学。你其实，在学的时候呢，是要有动机、有资源、方法跟效率。那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有一个英语网络学院的原因。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自学规划表，好，那这个档案呢，在这个我们活动之后，会在那个英语网络学院上公布。那各位可以如果要规划你的自学，可以点入这里。那这里有一个连接到的是一个 Word 档。那如果你修40点自学课程呢，也是老师也会教你自己规划的。好，那这里呢，这个档案最主要是前面那个speaking、listening、writing and reading。就是看你去评估自己哪方面要加强，也就是让你自己有一个学习的动机，你知道你要加强的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方法。那这里有学习策略等等啊，我最主要要强调的是最后面这个。好，那下面有一个档案，它会让你做这个去想，就是what happened。Let's see, why does that matter? 就是 so what? OK，你那个每天看一部电影，或是看三十分钟，听三十分钟的 podcast，那就是 what you did, right? And then so what? 你做了以后又怎么样呢？那你觉得哎，好像不太有帮助。好，那或者是说哎，可能要换个方法。那再来就是 now what? 再来下一步要做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帮我们做反思。那对于一个自学者，这个反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但是因为我们是用这个自学点数，如果你做反思是有点数作为鼓励的。好，所以呢，这个你如果做这个反思，比方在学期初或是大一的时候。你是可以得到自学点数2点，然后呢，在你比方说学期末再做一次，这个或是修完自学课程再做一次，可以得到另外2点。所以这个各位记得，就说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这个反思的工具，我们是有的。那个是从那个香港的。香港某一个大学，他们的自学是我们去改我们去做修改的。好，我们这边下面还有这个各种这个资源方法跟效率的问题哦。各位可以从刚刚那个档案那个 Word 档里面去做反思。另外，我要介绍的第二部分是英语网络学院，也就是我们的 InNet 的结构。那这是最上面的 Menu Bar。好，那个最主要各位会用到的是前面的部分。好，我们看下面就是这个尤其是前面两项，那第三项那个活动跟得奖作品，就是供各位参考。学习资源，尤其里面有专业英文的资源。那么这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最右边哈，有自学点数的一个符号，所以你只要在这个英语网络学院看到有self learning point SLP，那就表示是点数的问题，就是它会告诉你有多少点数。那这个下面我想这个很清楚，我们有最新的这个消息啊。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些 quizzes，那多半是脸书哈，脸书我们可以做 quizzes 的练习，那这是得点得那个点数一个很快速的方法。那当然，这个各位可以做练习啊，那么就是不会自己学那么枯燥，而是我们提供资源，我们去制造教材。另外就是如果。不知道各位的这个大一英文有没有，老师有没有规定你参加迎竞赛？那么也可以自己参加的，那就是对自己的一个鼓励。那么我常常觉得听说读写哪个最重要？说最重要。所以呢，你让自己有机会去表达你的想法，我觉得参加这个e-project，也就是我们的迎竞赛，是一个很快速的方法。还有最下面，你可以找到联络我们的方式。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脸书专业粉专，那里可以得到最新的就是我们各种活动的消息，或者我们的 quizzes 都在那边，也可以写一个 message，然后我们也可以给您这个点数认证。好，另外呢就是就是你可以到有一个很像金字塔的，或是堆积木那的这个地方，它是 all about self learning。那么就是我们活动哪个活动得几点，可以到这边去查阅。那这个另外就是要真的告诉各位同学，你如果在外面请家教，非常的贵。那我们有免费的这个云端老师哦，绘画小老师、写作小老师，真的是免费。但是唯一的问题是我们人很，我们的老师不多。好，那你必须每个星期天晚上午夜去抢这个预约的位置。好，那么多半学期中，好，那个位置很快就被抢光了。那但是现在最近我觉得因为暑假。这个刚过，刚开学，那个大家还有机会。所以呢，如果这个你想要专业的有人指导，好，这些老师他们都有这个都是英文系毕业的高材生。那这个有一位在伦敦，有两位在加州，一位呢刚从宾州回来，在写博论。那么他们就是全英文，那一次30分钟，每次两位学生。那各位呢，千万把握这个资源啊。好，那个所以呢，这里就是自学小老师可以提供的自学服务。那个好，我们下面的部分我们就交给这个自学中心的助理 Amy。大家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自学点数。那自学点数是什么呢？它就是在你们在辅大期间所参加的各种英语的自学活动，或是竞赛、语测等等的，都可以累积自学点数。那在自学点数，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奖励的机制，就是你累积不同的点数会有不同的级别。那你在整个大学期间，如果你超过500点以上，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终身自学好手的一个。称号，然后我们还会提供你一张奖状，还有奖金5000元哦。那我先来带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这个辅仁英语网络学院。大家如果想要搜寻的话，可以直接在 Google 上面打辅仁英语网络学院。然后会员登录的部分呢，就是使用你们的 LDAP 账号就可以了。那我这边先用我们的账号先登录。好，那进来了之后呢，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个人的页面，然后在学习级数这边就可以看到你们目前累积的自学点数。那下面的这些级别就是我刚刚介绍的，同学们都可以再做参考。那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个人专区里面有一个学习历程，
那点进去的话，就是一个整个大学期间的学习规划的表单。那我们非常欢迎同学去填写，因为填写这个表单不仅可以让你更认识你现在的生涯的规划或是课业规划，那这边也可以填写可能预想未来的职涯方向，还有你们可能有做一些评量等等的实测结果，也都可以放在上面。这边也可以核对你们现在的学分检核。那如果你有参加课外或是课内的自主学习，都可以填在这边做一个记录，还有预测能力啊、毕业专题等等的。那填这些的话，你们填完之后，如果想要申请学校啊，或者是出社会找工作的话，都可以以这个做参考来写履历。那在右上角的自学指引这边有一个自学活动与点数对照表。那如果同学想要知道本学期有什么活动，以及他们活动累积的对应点数，都可以在这个自学的对照表里面查询。那下面也有我们的汇入时程以及流程图，如果同学有需要都可以参考。然后再来下面有一个学习导航以及技术这边，就是同学们如果在参加我们的自学活动，或者是预测、缴交作业等等的，如果同学有技术上的问题，或是不知道作业的流程，都可以在这边找到相关的档案以及影片说明。好，那接下来我们会请 Rachel 来分享这个云端自学的活动内容。大家好，我是自学中心的 TMI Rachel。那我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我们辅仁英语网络学院的一些资源。那首先是云端讨论室，那它主要是训练听力跟口说的部分，可以通过不同的主题来培养英文口说能力。那它是30分钟的口说练习，然后有语测啊、日用绘画或者是一些跨文化的主题，然后你就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来进行主题式的英文环境口说听力练习。那它是1对2的课程，所以你不需要。就是还说有其他人会听到你讲话，你就可以大胆练习口说。然后还有分语测练习跟绘画练习。语测练习的话，就主要就是雅思跟托福两个比较常见的，大家会想要去考的语测。然后再来就是绘画练习，绘画练习的话，它比较是着重在一些日常的绘画，然后每个月会有不同的主题可以来训练，像是可能你接下来想要去旅行啊，然后你就可以练习一些租车啊、订房那些的，英文日常绘画。那再来就是云端写作室，那顾名思义，它是训练写作，就是给大家一个可以改进自己写作能力的机会。那我们主要是会以一篇文章的一个段落为主，可能你写到一半，然后你觉得你这个段落写的有点奇怪，或是不知道要怎么改，那你就可以标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着重以这一段为改进的方向，然后你也可以讨论你的作文主题，那也是预在。网络预约云端写作室，然后你就可以透过 Zoom 来跟小老师1对1的及时讨论。可你不知道这你为什么这边被改错，或是为什么这边要这样写，那你就可以当场在 Zoom 上面跟他讨论，然后可以更充分的了解自己写作上面的一些问题跟盲点。那它分成预测、学术或是商业写作练习。那其中一个是雅思写作跟商业书信，可能有人要考雅思，然后雅思要考写作，你需要一个练习的机会，然后你想要跟老师讨论要怎么改进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练习，或是可能你要申请一些需要交英文履历的工作，然后你不知道怎么改善的话，也可以跟老师讨论。再来就自学笔记，然后自学笔记它也是写作的部分，那跟前面不一样，它是主题不限，那你可以写一些心得啊，或是生活杂记，那一样是给大家可以改进自己写作的机会，然后可以更了解自己平常写作会犯什么样的错，那通常在缴交后1个星期内就能得到批改的档案。那他的写作方法的话比较特别，要通过 Lingo 来做答。那他是在
我们不在图书馆的网站，然后进到学习资源，再进到学习工具，然后有一个图书馆英文写作平台，那就是 Lingo。那首先呢，你就是你看你要写完丢到 Lingo，还是你要直接通过 Lingo 来写都可以。那 Lingo 的话，它就会给你一些建议，有一点点像 Grammarly，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然后它就给你一些像是可能你这个字拼错啦，或者大小写错误，然后它就跟你说，然后你就通过它给的建议来更正你的笔记内容。那你更正好的内容之后，再放到一个 Word 档当中。然后你在交出去之前，记得要截图你有使用 Lingo 的证明，就你要证明给我们看，说你真的有用 Lingo，不能不用。如果你没有放截图的话，我们不会批改。那缴交方式的话，就是登录刚刚讲的 InNet，然后到云端自学的自修课程，然后到自学笔记缴交。那记得要缴交在期限内，你如果交到我们之前，后面的应该没办法交。但是如果交到我们很后面才要改的期限的话，你会等到那个时候才会收到你改的笔记，所以记得交你当天那个期限内，然后确认上传成功之后，一周后就可以确认点数的汇入。那要记得，自学笔记它不可以是任何的课内作业，除非你们那堂课的老师有说可以，你不可以你在某一堂课，然后你写了一个日记，然后你就直接把那个作业就转过来贴到这里，不行，我们不会受理，然后我们也就是不会给你点数，除非你们那堂课老师有说你可以这样做。那一样心得总结，你看个电影，然后写一个心得，这种的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像是你的单字训练本这样，你写一个英文单字，然后后面放个造句，这样不行的。它一定要是一个段落，然后要是完整的文章，然后至少要150字。那也我们也绝对禁止从网络上面、书面上面或是任何的地方全部或是部分的抄袭。那也一定要放使用 Lingo 的照片。那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是，你可以配合 Live ABC 的练习，就你练习一回 Live ABC，然后你交100字还是心得，这个字数会比较少一点。我们前面有说正常的笔记要150字，那这个因为你有练习 Live ABC，所以你只要交100字还是心得就好了。那一样要附上你有用 Live ABC 练习的截图，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做，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批改，也不会记点。那一回 Live ABC 练习，只能配合一篇自学笔记，你不能只练习了一回，然后通过那一回写了好几个反思笔记，这样是不行的。然后你如果重复缴交笔记的话，我们会视为抄袭，就一样就是不批改也不记点。那再来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Project Alexia，它是一个训练你阅读能力的一个游戏，那你可以通过玩游戏来增强你的阅读能力。它是一个类似推理解谜的，有点科幻实境的游戏。那你就是是 RPG，然后就会扮演玩家 Alexia，然后你会，它是一个突然继承神秘妖精堡垒园区的大学生，然后你在故事里会通过推理来破解将妖精变成石头的黑暗诅咒，然后，反正它有两个玩法，一个是就是你可以有点像，就是 RPG 游戏，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回复回答，然后会跳到不一样的剧情，然后你就是通过你的选择，然后来破解这个谜题。那这个的话，会有不同的结局，然后你就是玩。另外一个玩法是它不会给你任何选择，你就是可能你比较想，你不想要花那么多时间来玩这个游戏，你只想要赶快获得点数的话，你就可以用另外一个玩法，那它就是纯文字跟影音图片，然后你没有办法做任何选择，然后这个玩法的话，你不会得到结局，它就是永远是一个谜题，你只会看一段就是剧情，然后你永远没有办法破解那个诅咒，所以反正就是有两个玩法，然后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比较希望可以，就是想要花多少时间来玩这个游戏，然后都是训练阅读的，然后都有点数可以拿。最后就是专业英语
ESP，那它一样是在我们刚刚介绍的 INET 上面的学习资源，然后专业的英语。那它就是有分一些像学院啊、科系，然后像我们现在上面那个节部，它就是理工科，然后就会提供你一些你如果你想要去的理工科类型的英文的话，它有一些像是听力练习，可以听一些 podcast，然后或者一些阅读文章给你的推荐，那你就可以通过自身的需求，可能你是历史系，然后你想要学一些历史相关的英文，你就可以看历史系有什么推荐的，或是你想要学习其他科系在学什么样类型的专业英文的话，你也可以点击，然后看其他的那个学院在学什么样的英文，对。我是 Ivy，然后我也是 TMI 组，然后我是负责分享图书馆的资源，还有脸书的粉专。那首先呢，大家可以进入辅大的图书馆，然后呢去资料库那边有一个电子资料库，点进去。那我自己是我会在 Google 直接搜寻辅大图书馆 database，然后它就会直接跑出电子资料库给我，所以就看你们要用哪一个方式。那点进去之后呢，对，就看到那有一个 database 嘛，所以如果你在 Google 直接搜寻，其实也会连到那边，也是 OK 的。然后呢，要记得校外连线的话，要先点那五个地方，然后要进行认证。那接下来，因为要让大家可以更快的搜寻到你们要看的东西，所以有帮你们分类。那例如说，你就可以点适用的学院，然后去选择你是哪一个学院，或是你想要查的那个东西是哪一个领域的。对，然后主题它也都有帮你列出来，就是你就可以比较快的找到你要查的东西。对，那资料类型，像我自己比较常用的是学位论文，就是我要看一些研究的时候，我自己是比较常用的。那就看大家各自的需求是什么，然后系统平台也是，它就是都有帮你列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搜寻系统平台。然后在图书馆里面，我们最常会用到的资源就是这四个类别。那刚刚 Rachel 有提到，就是我不知道各大科系的那个毕业那个预测的门槛是什么，但是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在大学学英文，我是很建议用就是考试，例如说托福或雅思，或者是多益也可以，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去练习，不然我觉得大学有点难督促自己。对，然后所以像图书馆就会有预测的，例如说模考的题目，大家都可以去用。然后阅读那两个，我等下会再讲。然后像听力跟阅读，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杂志，大家可以去看那个电子书。杂志也是一个很好练习，例如说背单词，还有就是读 reading 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使用。那最后一个就是剑桥英语词典线上版。那这个像我自己也很常用。然后我们脸书，不管是脸书给大家的单字例句，或是 quizzes 上面的，其实都是从这个网页去找的，那它会有很多的解释，然后它的句子有时候会比较 formal，就是比较正式一点。可是因为像考试里面我们读的英文有时候也是比较正式，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用那个平台去查单词，就比较不会觉得说查了很多个平台，然后都不同意思这样。对，然后呢，UDN 它这个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它的 app，就是它叫 UDN Library，对，可以看到左上角那边。然后呢，它是有电子书。那例如说，我们可能比较常用的是外文书跟语言学习。然后呢，点进去之后，像它语言学习，它不只有英文，它还有其他的。所以，如果你们有修第二外语，然后想要用这个资源，也是很欢迎。对，然后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剑桥词典。那接下来就是阅读的部分，然后一样就是进辅大图书馆，然后按。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那边有一列的东西，然后就按学习资源，然后主题馆藏，然后进去之后，它就是有帮你列出来。然后我们可能用的是英语学习嘛，那点进去之后，它就会有很多的书籍是跟英文有关的，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借，然后去看。然后，对，那这边它就有直接帮你列出来，例如说，
多益的模考题，或者是你想要什么类别的书，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去看。然后我想要讲的是，就是我刚刚讲的电子杂志嘛，它就是有都有帮你列出来，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你喜欢大家说英语，或是你喜欢 Life，或是你喜欢 ABC，就是因为每个杂志它的特色不太一样，所以你可以点进去看哪一个比较符合你的需求。然后好，例如说我们就点这个空中美语，那点进去之后呢，它会告诉你说这个现在能不能进，那可以看到画面上它。是说，例如说有3个人预约，那你就可以按预约那个地方，然后填入你的账号密码，然后他会请你留你的 email，然后如果有人还书或是这个电子书可以看的时候，他会传 email 给你。对，那接下来就是脸书的部分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拿起手机，然后在脸书搜寻这个 Smart 辅大英语自学与专业经营这个粉丝专业。因为我们所有的活动，还有要怎么赚自学点数，然后例如说有一些讲座啊或什么的，都会放在上面，所以大家可以去追踪。那我是负责脸书贴文的部分，然后呢，像脸书贴文它会有，例如说会有时尚啊、医疗、体育或时事，就是会有一些类别的新闻，然后可能会是给大家一篇，例如说可能 BBC 的一个英文的新闻，然后呢。我会列出一些单字跟例句，那大家可以去背，对，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要怎么赚自学点数？脸书的自学点数是一点，那就是我在那篇贴，就是大家要先看那个文章嘛，然后在那篇贴文的最下面，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不会很难，不会是考那个文章里面的那种学术内容，不会，就只是问说，例如说你的想法是什么，或是怎么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自己。用自己的话回答，不要用 AI，不然有时候其实看得出来。对，然后呢，所以，对，大家赶快追踪，因为消息都会在上面。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就请大家可以私讯脸书的小编，然后请大家在私讯的时候就是放上你的完整资讯，例如说你的学号、姓名，然后你的问题是什么，这样可以加快我们回复你的速度，不然有时候一来一往。就是同学等得很着急，然后我们也不清楚同学的问题是什么，所以记得要留下很清楚的资讯。然后像我刚刚讲的这些，其实你们在 FB 脸书问答懒人包，就是你们可以滑一下，在贴文的可能中下面吧，对，它就会有这个地方。其实这一篇文就可以回答到大家很多对于脸书还有例如说 Quizzes 的规则这些问题。然后接下来就是 quizzes 大灾问。那 quizzes 大灾问，它就是它会给你们一个影片，然后请你们看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对，然后一样会列单字跟例句，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测验，大家要去做。那这 quizzes 练习就请大家登入自己的账号作答，就是贴文里面都会有连结，不用担心，就不用自己去 Google 找。那要记得每次练习要答70分才可以拿一点。然后不是说你可以一直重复做，一直重复做，然后做到70分，是每一天你只能做一次。然后大家很常私讯会问的问题就是，哎，我哪一天做了这个自学，做了这个，但是为什么点数还没汇进来？那就请大家注意，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五会汇入当周四填完的表单，所以有时候要请大家耐心等候一下，我们会尽速帮大家处理，所以有时候不用着急。但如果真的，可能过了一两个礼拜都还没有的话，就是可以再咨询我们。对，谢谢。好，大家好，我也是英语自学中心的主理，我是 Joseph。然后我现在呢要来跟同学讲解，大部分人是怎么获得你们的自学点数的。好，首先呢，我们自学中心有3种活动类别，然后同学可以获得点数。第一个则是制作多媒体影片，然后第二个则是双管齐下自学，然后再一个就是跨文化移转力这3个活动，然后它。维持的时间就是从开学的第一周至学期，自主结学，至12月11号是第4次周结束。
然后呢，首先我们先来讲自学点数累积，就是双管齐下自学的活动。所以自学第一个则是自学点数竞赛，然后它的活动期间就像刚刚讲的，从开学到第4周。然后竞赛的期间内呢，我们只会采纳就是像刚讲的4周前累积的自学点数。然后但是在自主学习周之后，同学可以透过本学期的自学活动继续累积的点数。然后呢，活动报名期间呢，请同学必须务必填毕。填写线上报名表，然后呢，你们也可以多多利用上面提供的英语自学资源，像是刚提到的辅仁英语网络学院呐、啊，还有像刚 Ivory 讲的脸书影片贴文那些的。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Quiz 大赛问，然后这个活动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用游戏式的学习，然后来增进同学的英文阅读及理解能力。然后就像刚刚已经有提到，你们必须要看完指定教材后，然后用 Quiz 这个活动来进行练习，然后你们必须达到70趴以上才可以获得自学点数。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下自学点数累积的评选标准。所以呢，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累积本学期同学们所累积的自学点数全部的质量。然后接下来我们会采纳你们累积自学点数方案的多元性，像是你们参加的不同活动的种类，像入门就是一个，然后进阶就是乘以1.2。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有成果回馈与奖励。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英语高手，同学们只有一名，然后同学可以获得3000块的奖学金。然后再来就是自学好手，然后总共有4名。可以获得1000块的奖学金，接下来呢，只是终身自学好手奖，则可以获得5000块的奖学金。然后这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是你必须在这个学期内呢累积500点的自学点数才可以获得。然后4年内，4年哦，不好意思，4年内。然后呢，然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同一个时间内，高手级好手奖不等于特别奖，重复申请。然后，如果你们重复得奖的话呢，我们则会以终身自学好手奖为优先考量。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制作多媒体影片的这个活动。然后活动时间呢，则是从开学，然后到11月8号。然后也是最后的矫健期间，然后活动办法呢，就是我们接受个别或小组的报名参加，然后每一组上限5人，然后影片的编辑软体布局，然后线上报名的时间内呢，必须要附上100字文字影片简介、字幕还有 Word 档，然后影片内容不得抄袭，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呢，你们不能。你们要引用其他志愿者，请在讲稿上面加注引用括号及来源，然后并在影片注明你们的出处。然后引用资料不得超过影片内容的1/3，要不然的话就不会采纳进去。然后点数呢，参与的学生都可以获得4点的自学点数，然后得奖的学生则会另计。然后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活动使用 AI 规范。首先呢，你们必须亲自录音，不可以用 AI 软体代劳，因为毕竟现在像 ChatGPT 非常的盛行，所以我们对还是希望同学可以自己用。然后呢，接下来使用 AI 者，请减负影片的设计过程，包含文史原稿，像你们的语言、故事结构，还有 AI 修正对照表，然后修正过程以及。然后第二个，你们使用哪些图像还有影像是用 AI 生成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建议以上说明包含 AI 指令与使用比例，像是校对啊、翻译文字内容和图像都要补上。然后最后一个呢，只是我们建议每个读档都有文内与文末的引用说明。然后详情的话，你们可以参考这个链接。所以总共这个活动呢，总共有3种主题。第一个呢，则是歌曲改编或戏剧化演绎。所以它的意思就是呢，同学们可以用英文拍摄4到6分钟的影片。但因版权问题呢，你们自己的音乐必须使用自己乐器配乐或者清唱。然后第二个主题呢，则是永续发展目标。所以同学们可以用英文拍摄4到6分钟的影片，然后并以下面4项的 SDG 目标为参考，然后必须讨论实际案例，然后并提供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所以这就是以下的4种：第一个则是性别平权，再来是可负担的洁净能源，还有减少不平等以及气候行动。然后最后一个主题呢，就是专业英文主题报告。然后同学们可以制作5到10分钟的影片，然后必须以英文针对某一种专业领域的主题做报告，例如科普、医疗、商务、观光、法律、景观或教育等。然后内容呢，你们必须包含这4种方向。
第一个就是主题及重要性，再来就是你们主要的论述及立场，还要解释和分析，然后最后还要附上你们的参考文献。然后你们一定想说，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活动呢？当然你们可以，当然因为除了你们可以整理你们自己英文能力之外，你们也可以获得一，透过构思影片来架构自己文案的写作能力；再来是呢，你们可以学习如何行销自己，然后让影片脱颖而出；然后再来，你们也可以习得第二专长呢，就是你们的剪辑能力；然后最后呢，就是像刚讲，你们就可以学习自由的使用口说技巧。然后像我之前，我自己也有参加过这个活动，我们之前有一堂课也是有参加这个活动，是改编。之前的主题不是跟这次的不一样，之前我们是改编童话故事，我们改编成流浪之女，虽然那个过，然后我觉得整个过程非常好玩，然后也真的有学习到英文，所以可以鼓励同学多多参加这样子。好，接下来我要讲40点的自学学分课程，所以总共呢，同学们可以从这些课程里面，然后完成修课的你就可以抵免大二英文两学分，但是要提醒一下，英文系的学生不能申请这个课程。好，这些是我们所有的课程。首先呢，则是大学生活与跨文化理解，再是生活英语、发音与绘画，还有呢新多益入门、英文新闻听力与阅读，然后英文文法与段落写作，还有主题是英文商务阅读，还有商务写作。跟日常科学的免疫学的环保，还有日常科学的生活与健康。然后如果同学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扫描上述的 QR code。 然后接下来呢，我要讲一下40点自学学分课程的说明会。所以呢，它的日期是会在下个礼拜一的中午12点到1点半，然后它的讲者则是我们外语学院全人自主学习中心，还有双语国际推动办公室，然后它的地点呢，则会在外语学院的 LB501的跨文化与领域创发中心。然后同学们如果想报名的话，也可以扫这个 QR code。好，因为刚刚有提到那个影音竞赛嘛，所以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之前也有参加过这个影音竞赛的活动。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个影音竞赛，当初也是老师规定的课程作业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参加了，然后自己去学威力导演。其实很简单，因为现在很多网络上都有很多那个自学的影片嘛，或是网络上的教程都其实蛮清楚的，而且现在的那个软体都设计的很方便使用，所以就算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其实也蛮容易入手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学习了剪辑的软体，那也因为这个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后来有在陆续在学校有找到相关的工作。然后我之前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也是因为主管有看到我有很多这种剪辑的技能或是自学的记录，所以他们才会决定录取我。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参与这些活动。好，那我们这学期还有其他的活动介绍要跟大家分享。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英语角。那英语角呢，就是会有两位的小老师带领大家去讨论跨文化议题。那同学们在参与这个跨文化议题的时候，都可以跟小老师一起去互动，然后讨论目前时事下的议题，然后发表你们的分享你们的那个评论，然后练习你们口说的能力。那这学期预计是举办在10月到12月，然后预计是会有大概20几场，所以同学们都可以多多参与。那详细的资讯我们都还会公布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学期有 FunPact 圣诞同乐会的一个活动，那就是我们跟外语学院一起合作，我们会让同学们去观赏一些跟圣诞节相关的有趣影片。那同学们如果在评量中获得100分的话，就可以拿到自学点数。那这个活动期间是在12月2号到12月11号。那相关资讯我们一样会放在官方网站跟我们的脸书还有 IG。 好，那我们还要再另外跟大家特别分享，就是我们这学期有英语自学的讲座。那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周淑华教授来为大家分享英语自学还有网络资源的使用技巧。那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右下角有一个报名连结，时间是10月1号礼拜二的中午。
那这是第一场，那第二场的话是线上咨询的部分。如果同学对于英语自学啊，或者是有问题、有想要了解的事情，想请教钟树华教授的话，都可以参加这个第二场的线上咨询。它时间是在10月15号的中午。那这个是只有线上参与，然后第一场的话有开放实体跟线上参与。那相关的连结还有活动的时间、地点都还会更新在我们的报名网站上面。那还要特别分享的就是周树华教授，他有经营一个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那他的那个名称叫做英语学习树屋。那教授在上面都分享了很多自己的自学的一些技巧，还有他们自学的资源等等的，也有相关的影片，如果有同学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多多参考。好，那刚刚有提到我们这学期的英语自学活动，请大家现在马上扫这个 QR code 登进去我们的网站看。这就是我们这学期举办的自学活动，那同学们有相关想要累积点数的活动参与报名表等等的都在上面。那如果你没有扫到也没关系，我们在这个辅仁英语网络学院下面，最下面这边有一个113这边，点进去就可以连到我们这个网页。那下面就会有说我们这学期的活动时间，还有相关的活动内容，那相关的线上报名表等等的也都是在这边做报名，所以同学们都可以在这边去了解一下我们这学期的活动。好。好，谢谢各位助理啊。那么，我先提醒一下，其实要找到英语网络学院没有那么难。那更快的方法是各位到辅大的首页，FJU，你到首页，然后呢，它有一个校园资源，各位都知道 Chuang Class，在 Chuang Class 下面，好，就有英语网络学院。那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快的方法，就不用特别记。那另外呢，这下面有脸书的连接，不过我多半就是打 FJU Smart，然后我就可以找到这个我们的脸书专业，就是 FJU Smart。好，那么这个是快速的搜寻的方式，最后呢，我是要跟各位分享，现在学习英文的资源非常多，哈，跟那个本人小时候这个30-40年前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各位学语言资源很多，尤其现在有 AI，好，那么各位甚至都可以去跟 AI 就是做英文的对话，好，那么最主要的，我们这边所提供的服务。好，真的是，就是尤其是点数制度，好，让大家有一个可以这个用数字评量的方式来督促自己，好，去做自学。那我想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功能。那么每学期我们刚刚那个Josephine 有助理有讲，好，我们每学期有这个点数竞赛。那么就是数字就是奖金不多，但是呢还是有很大的鼓励。第一名3000，那么有3名是1000元。那另外呢，这个500点5000块，各位，这个每学期我们大概就有2-3位同学。为什么要得500点？真的不容易。你要从大一开始，如果你现在大二，可能要很努力。好，不是那么容易得，因为你真的就是一步一脚印，慢慢累积。那另外有一个就是40点课程，当然非常欢迎各位参加那个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说明会哦。不过呢，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英语网络学院最上面 menu bar 第二部分。它有40点课程的说明，好，这里面也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么40点，好，是可以计入你的500点的，
这也是各位想要，如果想要赚一点奖学金，哈，这也是一个方法。那么40点呢？说实在的，很多同学一开始一头热，那么通常20点以后，好，大概也碰到了各位的期中考，后面后继无力，没有完成的人也挺多的。好，我只能说，这个最好找一位同伴跟你一起。啊，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比较能够继续把40点把它那个读完的方法。那同样这个没有不需要付学费，但是你可以抵免大二英文。各位这多好啊，可以去修你的，你把时间用在对你更有用的科目上面，对不对？英文它可能就是你可以靠自学。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数位时代。我们要学的东西可多了，那么其实去学习，通过这样的学习去学自学的方法是很好的。那最后，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我觉得你们可能报不上名额，对，因为名额有限。那么，40点课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我们就是基于以往的经验，同学40点觉得很辛苦。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主题专业课程，maybe let me check，主题是专业英语。里面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我常就是不好意思说大肠包小肠，它其实里面有6门微学程，也就是说你可以去选2门，比方说多益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新闻英文各20点，好，那你不用你那个你不用一次修完40点。也就是说，你可以修完20点，存一个学分，然后呢，你可能下学期比较忙，再过一个学期再来，你只要4年内完成这40点，好，你就可以拿到2个学分。所以其实是 it's a good deal，好，也比较适性，你不会那么忙，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非常推荐的方式。好，那么所以呢，40点课程，一样的，各位可以省学费，也可以呢，这个参加点数竞赛，对你是很好的投资，也是激励自己自学。OK，那么我想我们的报告就到此为止。现在就是看各位有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可以自行利息这样子。